大家好，我是果果朵。今天来到这个张家口桥东区，大晁盖镇梅家营村儿。这个梅家营啊，原来是一个公社。现在村里头看的大街上人还是特别多。今天啊，咱们就一块儿，进这个村里边转转。走。就原来咱们这个梅家营还有那个补桥了是吧？有，那没有，这叫这叫有那个，不叫补古城啊，现在桥还在呢。不板凳，这块走不板凳，你垫吧。补桥一进就拖到这儿，走吧。你赶紧往那儿，不板凳了。我赶紧往那儿一个地儿地儿还有。不板凳了啊！这城郊里就这个上串啊，是个村儿，就叫梅家营是吧？梅家营，梅家营。哦。这个院大吗？就是南门是吧？南门，正门，正门。就是大爷，您小的时候人们就都在这个堡里头住的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当土匪用的嘛。多土匪的啊！有钱人家得都住了，完了以后就怕土匪来了以后，你这个你这个微笑是一样嘛。哦。现在紧凑的就是西边和这个北墙。还都有这么一点残垣断壁，基本上东墙和南墙就没有了。那里边能住多少人？哎，这块是，啥？一里边就到将50来。50来户？最早以前可能梅家营也就50来户人啊。哦，这种。啊。这个我堡内原来就你别看小和盖的庙，好几有好几个庙了。我这会儿。我这会儿八九岁的黄了会儿，这从戏台啊，还有戏台，有戏台，长戏台，正给这去是那爷爷的家里都是烟肉，烟肉菜。哦，文化大革命庙都烧了啊，那会儿破坏的啊，那城墙后来也塌了啊。后来城墙是给咱们公社啊，哎，让我撂大土都给咱去撂大外啊，把土都给铲完了。没劲要走的话，你要是走吧，也里头可好看。哦。好的爷爷说的，你看。啥有啊？干脆。啊。外甥在舅舅。这在吧？是家在。外甥在舅舅，这是古城。哦。一句话这是。古门那儿那个。门上是哪儿画的？戏台。啊，就是这个堡里头的戏台上。对，戏台都是。啊，那您说的说是外甥杀舅舅啊？哎、那就是岳飞杀舅。哎，对，外肯定是。嗯，这古代啊啊啊，但是也挺清晰的啊，那画。那真的，这会让我来看，这会儿小的会儿挺看的。哦，老去那儿看去。啊，你下不行啊！说话你看，他也还做梦了，他吓的。你看完还做梦了？那不做梦，你还吓的。我就记住那一点的，就是。我舅舅戏中，我就是跟大刀在那，像是我的胖了一溜。哦，画的那个。跟猪一样嘛，就那个。哦，你就记住那个。就记住那点了。